客齐聚在一块，而这些创作者都是跟知名美食旅游节目合作的助战部落客，撰写跟曝光，然后让读者可以得到第一手的旅游资讯，进而也让我们部落客可以得到曝光的程度，多了一个平台可以分享。隔一段时间呢，都会有像是一些开团呐、从这边来认识一些新的厂商。启动百大部落客计划已经迈入第四年，美食旅游节目举办餐会，颁发奖项给表现优异的部落客，有超过400位图文创作者，以及800多个不同类型的厂商合作配合，每月议题互相带动流量。今年更是推出了 APP 回馈给粉丝。有全台闻名的电视节目之外呢，我们还跟全台湾400多位最优秀的部落客合作，除了每天呢推出最新的美食美景的报道之外呢，我们每个月还针对于台湾300多个小镇，然后推出系列的报道。节目也特别媒合部落客参与录制，增加话题性，过程中也能协助部落客发展在地化跟专业化，希望能够带给观众更不一样的美食旅游景点。TVBS 新闻综合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